今天是2022年的1月23日，星期日。早上我在门口的墙面上刷油漆，使用长柄的滚轮毛刷，刷起来很方便。我是利用上班前的时间刷的，把门面重新油漆一下，准备迎接新年到。因为环境的潮湿，墙壁很容易发霉，所以我会约2-3年就粉刷一次。楼梯间是属于公共空间，应该是由管理委员会负责的，但我是觉得自己的门面自己整理也是合理。你看油漆后焕然一新的感觉，看起来非常的舒服。午餐后就准备启程去上班了。接冲我是种在顶楼，是去年110年9月21日种的，到目前为止刚好4个月，看起来很茂盛。这是我种的韭菜，大概在8-9年前就种的，一直都有得收成，吃不完，而且还送给朋友分享。今天是111年的1月23日，我重新种了33丛的葱，葱苗一株3块钱，33株共计99元。刚种下去的葱苗是垂头丧气，要过一个礼拜后才会抬头挺胸。The video, thank you for watching.